金凯。嗯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还没走？收拾话剧。我帮你。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没有啊。可能是我听错了吧。走吧。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你后面，你后面。你赶紧跟上我，跟上我。那紧得很呢。娘，什么情况？爸，爸。哇塞！不会有人把门锁了吧？喂，外面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哎，现在怎么办？只能给韩指导打电话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快点河道啊！哎呀，我在，你插个眼好吗？最后一步，你赶紧的。插眼。你快点啊！干嘛呢？我已经结束了，你赶紧来啊！你先别着急，他们可能没听到，听到就回过来。坐那慢慢等啊！快！大哥，快后面！在！丁真，你先说。上次问你打篮球的事儿，你怎么没回答我？你是不是喜欢李牧啊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啊，那个，我看你们最近走挺近，我又摸不准。看你们狼情妾意的，我怕万一我们过去打扰你们多不好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？哎，对，那个，我跟韩指导打那个赌认输了，这游戏一点都不好玩。原来你在学校这么出名，丁三年，怪不得你对林墨的方式也这么奇怪。哎，怎么连你也调侃我这个？没有，不过你追林墨的方式确实挺逗逼的。有吗？有。嗨，我哪有你这样？哦，对了，壁咚，还有壁咚是吧？东怎么了？壁咚是现在最火的，好吗？我做了大量的研究。首先，你要靠近对方，然后脸贴近，最后深情的凝视对方。那个是你们赶紧过来吧，我被锁画室了啊。那个。